给你买了点零食，进来吧。你随便坐。啊，你在干嘛呢？整理照片啊。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啊？我们上大学的时候。 小萌姐以前是长头发呀，好漂亮啊！你们班男生以前是不是都暗恋她呀？这简直就是女神嘛！如果还能回到过去，回到那个时候，该多好！ 今天怎么突然有兴趣看这些老照片啊？因为小萌想看啊，她害怕有一些照片只有我有，她没有，她从来都没有看过，她想把过去的照片全部都看看。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啊？不管怎么样，他现在想做什么，我们都帮他去实现吧。 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去台湾当交换生的事儿啊？最开始是小萌想去的，我就陪她去了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小萌的时候。
只要小猫能够好好的，小萌、在俊、妙妙，还有你。